Mami 咧幫你錄嗰個 video 喎。OK， 咁我哋睇下林林喺我呢度頭會唔會緊張先？嗱，陣間彈完呢、這個，我會抽少少時間教你前面呢啲 exercise， 等你冇咁悶，好唔好？係啦 ，OK， 好。係啦，揾翻你自己啱嘅位置。嗱，叻女啦，做得好好啦。我明白了，一開始的時候呢，我想你現在已經很熟悉這首歌了，是不是？為什麼那麼開心的OK 看著你呢，我扮了阿林林怎樣彈的，你是這樣的。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打 CX？ 你試過打 CX 沒有？隻腳不准翹，坐在琴凳上面隻腳不准翹。你試過打 CX 的，是不是？是怎樣的？扮來看看。是咯，就是這個了。那這個就是不是像不像打 CX？ 我不是故意去醜化你的，你是彈到打 CX， 那我們練了這個句子先，看著了，不斷地彈這個，不准快，你來理我的 ，OK？ 誒、欸，你唔好清楚啲，每個音都要清楚嚟。嗱，要咩嚟家先？唔得，呢個唔接受。嚟，嗱，你又係。你知要改啲咩啦？好啦，輪到呢隻手啦，擺住先啊！我望住呢個好閃明。你望住呢個？係都得㗎，冇問題㗎。不過你屋企部琴望唔望到㗎？都睇到㗎，都係反光㗎。Oh, that's good。好，睇住啦。輪到呢隻手，彈呢、這個，淨係佢。嗱，你聽到兩隻手係咁樣嘅聲音啊？嗯。好啦，咁而家你兩隻手擺到啦。彈之前你要想這隻手是不要兩個音就起身，你聽不聽到的分別？比起這個打 C 的彈法是不是好很多？嗯，你現在試一試，你 要用耳朵去聽你自己彈得對不對，即是不要揈，一揈你的手的力又不對了，有少少進步，嗰隻手有進步，呢隻未有，呢隻就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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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嚟多次，有進步，誒嗰度第二次唔得咯，得得得得，誒呢個唔得啦，係聽到你聽到你聽到，嗰隻手有進步，讚下佢先，好乖啊，呢隻手唔乖。OK， 呢隻手唔快。OK， 擺上嚟，嚟咯，繼續咯。唔準教。我放手。OK， 好。咧，你個手指咧係呢啲地方咧，我哋講要柔軟啊嘛，係咪先？啱唔啱先？有冇睇過人哋跳芭蕾舞啊？知唔知咩嚟嘅先？知嘅，靚唔靚先？佢哋啲裙都唔靚，我唔中意係咪 ？OK， 你見唔見到佢哋啲？那些動作是很柔軟的，動作我唱一首歌給你聽，唱吧，我懂不懂的，嗯，正常老人音簡簡單，哦，阿哥教你的啦，肯定見到靚女我想見到要人啊，要
唔係阿哥教你嘅呢個。O K。我表姐啊。表弟啊？表姐定表弟啊？表姐。表姐教你嘅 ，O K。咁你可以下年聖誕節唱啦。O K， 好，我哋翻翻嚟呢度先。手咧就好似我哋啲芭蕾舞嗰啲，佢係柔軟嘅。但是呢你彈的時候呢一、這個位置你看到倒影的啦。還有一首歌給你聽。一會先我們彈完這個先。這個位置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你要 lock 實它。lock 實它。你要訓練到它是不准凹進去的。不是淋淋淋的。我現在還是 feel 到你淋淋淋的這裡。這裡硬了喔，不是叫你這裡都硬喔。OK， 你這裡緊了喔，變成機械人了。OK？是呢度啫喎，你呢個位咋，好細粒嘅呢個位咋，阿妹，係 ，OK，that's good， 你呢啲唔好硬，你呢啲都硬曬 ，very good， 你明我講咩係咪？係啦，慢慢自己翻屋企去練下，你知道咩叫啱嘅，你就要用呢個方法去彈 ，OK， 係啦，你咯喎，再嚟多次咯喎，係啦，我放手啦嚇，係啊，唔好瞓覺啦嚇，隻手。唔得，唔得，聽都唔得。老師講幾時得同唔得，你自己明唔明㗎？明嘅。OK 喎，你真係識㗎啦，係咪啊？呢度我好中意喎，你一大一細做得好好聽喎。不過你呢個會爭少少唔記得咗咯。唔好啦，唔關事。得唔得？你明我？而家我同你一齊練呢度。Stop! Stop! Very good！ 但係爭一樣嘢啫，知唔知係乜嘢？齊聲。Yeah！ 你其實我俾個秘訣你啊，你第一嚿大聲啲啲咁多。第二句細聲你就做得很明顯的了，你明白我說什麼？你剛才呢，因為這個你是做到是中等的大聲，你這個細聲再少少，人家好像不覺得，你明白我說什麼？大一點，小一點，搞定，這手指很厲害，來繼續。我只要呢兩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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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That's good。超級細聲的，你是有都要有啲聲出嚟嘅，呢度太細聲啦，呢個直情會瞓著咗啦。OK， 好啦，好啦，咁基本上嘅手指啊、對位啊，你識曬咯喎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試下跟我腳踏嘅一個節奏去彈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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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點解我會幫你呢？因為你隻腳掂唔到地下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又唔俾你揈隻腳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老師幫你，
到你穩定了之後呢，我們就加拍自己，因為拍自己現在不加得啦，是因為拍自己他不會咒你，你一錯呢你就亂曬了，咁老師會幫下你嘅，我會可能就翻你少少做唔到嘅節奏，我會幫下你嘅，得唔得？試下咯，擺好兩隻手。你話開始做唔似？你 get 到幾時落底一下你就開始啦。呢度啊？我知道你聽到只腳，你幾時可以開始你自己開始？鬥快，我不是跟你鬥快，我是幫你將每一個節奏都是平均，你跟翻個節奏去彈得噶啦 ，OK？ Stop， 你打 C， 即係左手，再嚟 打 C， 右手打 C。行不行，我再就你是啦，你跟不到節奏了，是不是？前面這些很厲害，那個接駁位跟到 very good， 這裡跟不到，手指不夠熟，那我們抽出來一下先，搞定了這兩句先，這裡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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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，哇，好難讀啊！我就是講啲嘢，我幫你唔識彈啦。呢度？係啊。咁你識唔識啊？你教翻佢，但是你要多謝媽咪，媽咪幫你搞定咗上面嗰啲啱開始嘅對位喎，係咪？跟住之後臨臨你就識啦，知唔知？咁所以你都要教翻人哋先得嘅，知唔知道？你快啲彈呢個俾我聽，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，三四五三四，哇，好難讀啊！你識唔識讀？呢度呢度，試下四三二一，唔可以慢，四三二一。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，三四五三四，你多次。四三二一，二三四四五。好 B B 啊！你讀得。三三四四咁樣唔得咁樣。可以接續。四三二一。四三二一。Good， 你多次。四三二一。四三二一。二三四二。二三四二。加埋先。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。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。好，加埋後面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，三四五三四。四三二一，二三四二，三二三四五三二。機械人嚟嘅你係三四五三二咁樣，機械人啊。OK， 唔緊要，我哋試下咯。你呢度跟唔到咧，你呢一 part 就冇咗咯，真系噶，好就系争呢嚿咯，唔好再整个大笨象先，快啲弹埋佢先，好靓啊你件衫仔，唔系呢度，嗯，唔系，净系呢个，我净系要呢两句，我头先打头先 X 啊，真系啊，我教你，你如果再打，我教你个方法。看看你會不會再打先，對了，要練到這個位置開始，我整個彈先行，不行，我逼你一定要在那個位置開始，你除了很慢，你這個是剛才說的，是怎麼說呢，好像藉口一樣，即是其實做到的，不過你就一定是要，是不是很冷啊，你給一點溫暖，不是啊，
OK， 你即係成日都話我一定要由頭開始啊，嗰度先可以識得彈呢個，唔得噶。你一定要逼自己屋企咧，就要唔俾你走，唔俾你走，唔俾你走，知唔知道？試下由中間開始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呢度繼續。You see， 彈多三次，靚女。最後一次。跟住頭嗰兩句嚟咯喎 ，OK？ 嗱，我會就你嘅，慢翻少少呢度至呢度。嗱，如果你呢度跟得到，冇俾我叫停你咧，你就可以繼續，知唔知道 ？OK， 學嚟咯喎，只腳唔準平，只腳擺翻開佢 ，Yes， 停嘅，定咗先，定咗先，等只腳定咗先 ，Yes，OK，Good。Stop， 咩事？邊隻手打 C A？ 快啲講，左定右？是啊，呢只成日都间唔中会打，嗰只好啲啦，稳定啲啦。嚟多一次，边只今次？今次呢只啦。OK， 好，你个心定一定先。一，除了这个音之外，开不开心？我很紧张啊，头先，我哇，这个你得不得呢 ？OK 咗喎，好紧张啊，头先。但是可惜，好可惜，你这个头先弹了啲乜嘢俾我？你喐咗咩手指？我听不到。系啦。哒哒哒哒哒，一听就知走音啦。这个就是完结的，佢配其他音都是有進步啊！好，繼續，是不是打住拍子好像很緊張咁？係，繼續只腳定咗先。幾隻 ？Yeah， OK。仲瞓緊啊？只腳。嚇？啊，未啦。係啦。再嚟過。再嚟過。你明明先呢個位，明明先，明好係啦 ，OK 好，停一停，翻屋企抽呢一嚿出嚟練。嗯，你啱啱嗰次都係有少少停頓咗呢個位，抽出嚟練，知唔知道？唔好再整整日本仗，如果唔係我就會打爛佢，打爛佢，打爛佢。OK 好，繼續啦喎。OK， 好，我哋喺边度开始好啊？阿妹，你话俾我知，由头啦，由头啦。我打个拍子慢少少先，等你跟到先。我想你跟到，嗱咁样啦，得得得得，好冇？嗯。你唔准跟喎，你唔准同我斗快喎 ，OK？ 呢个位唔准斗快啊！唔得宝贝，唔得咯，咁我就会 stop 你咯。一、二、三，边只手？嗰只，俾我捉到你，好，继续，唔紧要，再嚟个，唔紧要。
頭先爭邊度咧？爭係冇錯，左手，左手，你唔係好記得三五二五。唔係呢度咩？唔係呢一個咩？係啊，呢一嚿。呢一嚿，你呢個第一個係 very good 嘅，你做得到。跟住之後呢度你卡住咗，塞車啊！有冇人？你塞車咯，就係、是、你自己啲手指塞車咯。左手都抹翻低先，合手。好，我俾少少前面 exercise 你好唔好？嗱，呢一首歌你做得我滿意嘅，係啦，每個星期有進步，我中意。我今日都俾張卡你好唔好？幾多張啊？你有？今日第二張噶咯喎 ，OK， 仲剩八張啫喎，就可以換禮物噶咯喎，加油！好，我要二十張先換禮物。都係一樣啫，換兩份咯。你想換份大啲嘅嘛 ？OK， 好，睇住啦。咁恐怖。OK， 好，睇下先。林林上次個 marking 係去到嘟嘟嘟嘟呢度都有，呢度呢個好好玩，我中誒唔係我呢個有噶咯喎。咁快，好少啫，嘟嘟嘟，呢、這個去到呢個位，今日係乜冇？冇冇你個名？你好耐之前，呢個唔寫名噶，係咩？係啊。哦，係喎，呢度寫咗，同個出呢個咧，嗯，都下個。好啊，我信你啊！你有記性，你有記性，呢啲係哥哥噶嘛？呢度應該冇啦，係咪？係。係啦，呢度寫，我哋寫埋啦。如果冇，好啦，全部都係遊樂場。你知唔知咩叫遊樂場先？即係啲以前啲公園啊。而家我樓下嗰啲公園啲玩具靚啲啫嘛，嗰啲小娃娃睇靚啲嘛。以前嗰啲係呢啲嚟嘅，係呢啲嚟嘅，簡單啲嘅。OK， 冇咁靚嘅。OK， 呢個好危險啊！而家冇得玩啦，因為佢可以爬得好高，啲小朋友跌落地下會整親。所以有冇得？有咩？有啊。樓下有咩？你嗰邊有，係咪啊？好，嗱呢度係咁嘅，睇住啦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冇噶啦，就係咁噶啦。轉轉轉轉轉轉轉，搞掂，係咪好簡單？一樣嘢做唔完。係嘅，嗱，俾我兩隻手啦，我放手啦，我放啦，好、哦，啊，咁樣啊，係，冇錯，呢度嗱，一二三呢啲係拍子嚟嘅，就林林，唔係手指嚟噶，唔好彈錯，快啲，擺好佢，好，一三五嚟嘅，佢呢個手指 C E G， 好逼啊，因為你手指公係要逼埋一齊嘅，嚟啦，開始，大個咗，隻手指越嚟肥咧，咁我咪仲肥過你隻手指公，但我都擺到。唔係一三五，唔係一三四，一三五，唔使撳住噶，佢要讓個位俾佢，我放手啦。唔係佢 ，sorry， C E G， 明唔明再嚟多次 ？C E G， C E G， C A G C。佢呢個係四手指嚟嘅，左手嚟嘅。嗯，唔緊，佢係啊，佢呢個大家都要 G 啊嘛。佢右手嘅 G 音就係五手指，左手嘅 G 音係四手指。啱。跟住俾右手彈，右手係 repeat。呢首好簡單嘅啫，右手先彈埋呢個 exercise 先。大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呢個 no 冇五嘅係四，四三二一，五四三二一，有。
酒店，弹埋呢个五四三二，右手左手接住一二三四 ，sorry， 错，呢度我冇提你，一二三要转音，一一二三转，哆，得唔得？明未？明未？呢个难嘅吓，我打粒星星俾你，嚟多次。五四五六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转，一二三转，跟住呢个手指尾去嗰边，明唔明？明唔明？明唔明？耶！三个 exercise 一次过俾三个啦吓，而家。大個啲噶啦嚇，知唔知道？唔係一兩個噶啦，收唔收到？收唔收到？嗯。耶、yeah。咩啊？十一二三，得唔得？嗯。